上课喽！哎，上课了啊！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漂亮，自己去买酒。啊、OK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村长，我是村长。村长好。哎呀，都要提醒的，有没有醒来你们？啊？今天喝了多少？你确定你们心情今天很好吗？我们改变话题好不好？我们来互相辅导一下，今天我的心情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要不要 ？OK OK， 好。那今天呢是卓耀麦的专场，那他也出了他的专辑哈。你们知道有没有人不认识卓耀麦的？我看看，漂亮，原来都是祖林啊，祖林都不认识。好，卓耀麦呢，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哈，他五师自通的哈，然后他创作了非常好几首非常好听的歌，比如说，哎，不要看手机了啦，你来这里为什么？在叫人啊，哦，在叫人哈，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妹妹的喜帖啊，他哎 ，excuse me， 哎，嘿，阿姨。卖味精哈，啊，为那边嘿入口的那边，哦，点一个饮料，你都会使的吧？啊，你会使未？好，好，哎，那是我最强的台语的啦。那卓雅麦呢？他这个什么妹妹的喜帖呢，激励了很多的那个什么，女朋友移情别恋的哈，改变了自己的那个什么，改变了自己的长处啊，精进了自己的长处。这首歌也带来这个很多的，在部落来讲是非常，耳熟能详的。有时候在婚礼场啊，也都会有人唱的。在婚礼场还有唱这个，有一次我也是有听，婚礼场也是有人在唱了，不过很好听，哈。很好听，很好听嘛。待会你听原创者在这里，我跟你讲，妹妹的喜帖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那个什么，恋爱的关系啦。哇，今天大家都被辅导啊。那待会演出当中呢，大家可以拍照，哦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好不好？那位置上呢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后面那边，哦，有个吸烟区，你在那边一直抽五根十根没关系，哦，尽量，哦。那厕所就在吸烟区旁边啊，先女生再男生。今天呢，低消入场呢，你如果说喜欢铁花村的那个什么，调酒的话，那你。不要尽量喝了，不过 我希望说你们都是健康的来，哦，也是健康的回去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但是不要为难警察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这铁花村一直在那个什么推行这样的，不要为难警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铁花村也有很多的狗，但是你不要喂它东西哈，哦。那我宁可你喂它那个什么100块，那比较实惠一点，可以吗？耶嘞 ，OK， 那我再大家都在笑了，开始笑了，有没有热热的感觉了？我再讲个20分钟好了，有这样吗？我们先下去。耶，OK， 好，那厕所就在那边。那抽完烟呢，烟蒂不要丢在地上，那边有一个桶子，你们就把它丢在那个桶子上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讲话就不要太大声，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。那铁花就会非常感谢你，哦。那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、平安，周末快乐。那祝大家今天晚上，那听卓耀麦的歌，得永生呀，得永生，晚睡觉生生不息啊。OK， 好，准备好了没，各位 ？OK，其实我基本上是做歌的而已。我很少这样子玩，你们也知道我那 YouTube 是坐在椅子，然后是一把吉他。今天比较那个，今天我不晓得有堵车的地方就不要怪我哈。OK， 掌声欢迎卓耀麦。
们第一首啊，那个开胃菜了，又不晓得好不好听，那就不好听就也忍耐一下，没事。